已知 A 向量的长度等于 2，B 向量的长度等于 4， 且 A 向量 dot B 向量会等于负4根号 3， 试求 A 向量与 B 向量的夹角。我们知道它的内积 dot 会等于长度积乘以 cosine 西塔。我们要求，这次要求的是夹角，我们把值带进来，负4根号3等于2乘以4乘以 cosine 西塔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cosine 西塔等于2分之负根号3。好，那由于西塔的角度是在0到180度之间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西塔它等于第二象限角150度。